不买让他自己降价，对，但他降了，对，所以说他会讲的4.5块钱，4.25吧，那两万对吧？然后说不到位，那我不买，那就4块，对，4块那就他也4块，那就好，对了，对了，对了。因为我今天真的也想降了4块，你不要哪一天他没有跑回来或者怎么样，对呀、你趁这个机会就把它降了下来，我想他现在也不会再加价。